妈妈と老姨和五都七个六啊，对，都七个六姨。こんにちは、Our Life Japan and China のチームと申します。本日は姪っ子に100の質問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では、介紹一下。Hi everyone, my name is Gu Yao, my English name is Coco, you can just call me Coco. And、now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so please forgive me if I make any、grammar mistake or pronunciation mistakeAnd、I'm an English teacher and、I teach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two high school students. I do believe that they can make progress in their further study.、thank you. ということで、姪っ子は英語の先生をしてますんで、先生というか、うん、まあ家庭教師の先生をしてますんで、うん、英語は得意ということで、まずは英語でご挨拶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そして100の質問はあの中国語でモーさんの方からあの質問してもらって、それに中国語で答えてもらいますんで、はいはい、では始めましょう。始めましょう。開始。出生哪年出生？1997年12月16日出生。哎呀，你跟我儿子差几岁？十岁 ，ten years。十岁，几岁？血型是？应该是 A 型吧，没测过，不太清楚。No idea。最近高兴的事是啥？最近高兴的事就是我教的学生考上他想去的。中学高中，最近哭的事儿，让你哭的事儿是啥？啊，我和妈之间有一点点摩擦，然后解决了。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书？啊，《红楼梦》。红楼梦。见过幽灵吗？我不认为我见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吧。最喜欢自己身体哪个部位？眼睛。最讨厌身体哪个部位？还行吧，没有最讨厌，妈妈给的都满意。一句话总结自己的性格。温柔，有力量，偶尔会有些严厉。真假？你口头禅是啥？ Amazing。 有宇宙人吗？外星人吗？我很相信有，要不然人类就一个物种在这个世界上有点孤单了。最喜欢英语的单词是啥？最喜欢的英语单词 decent。 最喜欢的数字？数字呀，二吧。最喜欢的鱼呢？没有，我不喜欢吃海鲜，但是我喜欢吃三文鱼，它比较特殊了，三文鱼吧。最喜欢的男演员或者是名人？名人啊，就科学家那一类算吗？算。我大概最喜欢爱因斯坦吧。但是我的物理不是很好，不要误会。你觉得最珍贵的东西是啥？亲情吧，目前为止。亲情。你最喜欢男士，就是说异性男士做什么样的或者动作呀，什么样的表情啊，或者是哪一方面最喜欢的？散发智慧的时候。对。如果能变成动物的话，想变成什么？喵。这嘚嘚嘚哩。卡拉 OK 时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记不住了。唱。不管明天将如何。啊。对，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天将如何结束？啊，それ？それはでもわかんない。曾经我们就很老的一首歌。一会儿查一查。好，你的爱好？读书 ，reading。冷和热喜欢哪个？极端的都不喜欢，就这个中间值吧，可能偏冷，偏热一点，偏暖一点。最喜欢的日本料理？寿司。
啊啊不面面对但准确来说我没有正规吃过日本的面向往很久啊向往冷やし中華。わかりました。冷やし中華。わかりました。はい。もうあれだよ、もう。夏が終わった。ひげが出るぐらい待ってる。待ち延びて。はい。因为他做那个中华面，就是那种个，哎，那口味更好吃的。他到现在也没做。啊。明天不做的话，就是回答死。次です。最喜欢的食物。面条。嗯，如果是谁请你吃饭，你最先想到啥？面条。便宜。对，面条。你能做什么料理？方便面。你最擅长的料理是啥？所以我没法问你，我就方便面。Instant noodles， 方便面。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右手，左手。嗯，最尊敬的人是谁？老师吧。嗯，孩子的不，是老姨。我要改一下这个答案，是我老姨。我两者权衡之间，选我老姨，最尊敬的人是我老姨。咦咦。孩童的时候最喜欢的啊，应该是最擅长的科目是什么？语文。啊。语文和英语也好都好好吧啊对两个差不多最不擅长的物理如果说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可怕的没有就没有能吓到我跟你弟弟也就是跟我儿子打仗吗没有哎，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不太懂事我想看那个电视剧和弟弟争电视来着那是唯一的一次但那之后我就觉得我成长了孩童时代的梦想是啥那个时候一直就想当一个科学家有没有别人说你像哪一个明星没有和弟弟怎么样保持最好的兄妹就叫什么姊妹情因为弟弟比我小嘛所以我觉得多付出一点是应该的不计较一点也是应该的所以我和弟弟的关系还差不多我到现在为止觉得还是维系得很好的现在最想吃的食物是没有今天晚上吃得好饱现在目前一样也说不出来如果去旅行的话想去哪苏州就是没考上的人很想去最喜欢的语言是现在是英语现在是英语多一点最讨厌妈妈哪个地方她不说话真的有的时候不说话问什么问题不说话对就是在揣测她是不是现在心情不好或者说她就是不想跟我说话会有这种猜测对如果要变成男生的话想做什么引体向上因为作为女生的时候我引体向上一个也做不上去但奇怪的是我体育的其他方面都非常好关于平衡的那方面也不太行目前为止几个人向你表白过不夸张的说我没做过统计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去参加英语辩论社还有就是汉语辩论社很多然后他们都给我写信但我一封也没有拆开过不感兴趣现在给你10000元和3年后给你20000元你选择哪一个现在给我10000元我也可以自己做投资未必做的投资数就会比3年以后的20000元少猫和狗喜欢哪一个猫喜欢我们家大门们猫猫就是脾气太差了 bad temper 应该说 the worst temper 你想小便能憋多久哇我的最高记录大概是1天吧他可能憋了没办法做老师你不能随时随地都想上厕所呀如果能去月球的话想去吗想啊小时候看过的电视节目数码宝贝奥特曼
我数码宝贝就是数码宝贝控。对，最遗憾的是数码宝贝，我就买了一册，我的上册没买，只有下册。哎呀妈呀，得了，都放不下了。数码宝贝的书都这么厚，哎呀，痛苦的事怎么解决的？就解决呀，就要解决呀，多痛苦都得解决呀。物理那个事儿除外，那是我解决不了的。现在有什么目标？有，我要考上研，然后我还是想当大学老师，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比较接近科学家的那个梦想。日本和中国喜欢哪一个？没去过日本，没法做比较。洗澡的时候先洗身体哪个部位？脚。因为那个水太凉了，我会先扑到脚上看看试试温度啊。有没有知道的日语？小咕叽，那个欧西口，狗咪八口，还有就是那些很常见的。睡觉和吃哪个更重要？睡觉。这是个救命。对，不让我睡觉就太痛苦了。喜欢说再见还是说拜拜？再见。恋爱和结婚，你认为是两回事吗？我不知道哎，两个经历我都没有哎。就我看来，它应该是两回事。如果人生重来的话，从几岁开始想重来？我不想重来一遍，我觉得就很 OK。你妈妈和老姨我谁做饭好吃？分，如果是炖菜的话，我觉得我妈妈好吃；如果是拌菜的话，我觉得老姨的好吃。你觉得世上有神仙吗？有吧，但是我没见过。你觉得男女有真正的友情吗？有吧，如果你对对方他就是朋友，那你就会把这个当做友情，那就叫友情啊。那你管对方对你是不是友情，但你确实把他当做友情。喜欢的颜色？以前是蓝色，现在应该是黄色吧。啊，到现在为止去过的海外，你是外国是哪个地方啊？美国俄亥俄。走路、公交、电车、开车、飞机，喜欢哪一个？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开飞机，坐飞机。坐飞机。对，坐飞机。山和海喜欢哪？山。我那个海有腥味儿，有点受不了那个味道。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考上我想考的地方，考上我想考的学校。见到青木第一印象是亚萨西是温柔的意思吗？对，亚萨西。如果让你到无人岛只能拿一样东西，你拿啥？红楼梦书。什么时候觉得最幸福？下课对，下课。如果是想去未来的话哈，你想的哪一点？几年后去呀？我想看看我30岁那年是不是有做到我想做的事情，去到我想去的学校。你熟知的日本料理？寿司，就是寿司。你现在苦恼的事是啥？为什么百科那么难，那么多东西，但我很喜欢它，但是它太多了，我背不全。然后为什么政治又那么难背呢？为了美容做过的事情，做过的事，真是不太多呢。化妆水はしてるでしょ。现在也是吧，化妆水，擦奶液，擦点奶液，要不都干了。一个月吃。ずっと一緒のもの食べる。一个月吃相同的东西的话，你想吃啥？面吧，如果有的是面，各种各样的面，不是同一个面，一直吃到底。如果是想用魔法的话，想用什么？想做什么？超级记忆力 ，super memory。超级记忆。对，就是看什么都能记住的那一种。我想有这个能力。如果明天地球毁灭了，你想做什么？现在和家人待在一起。怎么样，睡相好吗？以前不怎么好，现在好多了。初恋是什么时候？没有。目前还没有。没有。
周边都对你是怎么样一个评价？我的朋友都觉得是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我的学生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严厉中带着点小幽默的老师，我不知道家人眼里的我是什么样子，我妈可能觉得我邋遢。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孩子。嗯，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我其实很喜欢格子衫，但是我妈不怎么给我买格子衫，我自己又不舍得花钱买。嗯。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Teacher, I'm an English teacher. 几点睡觉？11点。平时几点起床？5点半、6点。起床后一定要做的事是？看手机，这个不好的习惯，看手机。是属于交往一般朋友较多那种，还是属于朋友很多，只是留着几个知己那一种啊？就手机通讯录上留着很多人，但是能成为好朋友的，真正的好朋友的并不多。而且就算是很好的朋友，我也没有一直联系。就是有什么事儿，大家互相分享一下，会联系。对于谎言怎么认为的？撒谎这件事儿？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最后都会揭穿，它所带来的那个后果都需要当事人自己承担，所以。无论好坏就是都要承担，尽量能不说谎的时候就不说谎，但是如果要说谎的话也请委婉一点，不要伤害别人。想一直待到棺材里的秘密有吗？有。想的挑战以下的事情有吗？啊，有。我一直想蹦极。对10岁的自己想说什么？好好学习吧，就是别选，再别选理科了，真的，我觉得文科可以试一下，不见得会比理科更差了。觉得自己自身不够，就是不足的地方，是什么？我一直觉得，如果我的智力能高一点，或许还会更好一些。对，脾气再好一点吧。用汉字一个字来表达自己。哦，这个好难呀，汉字太博大精深了。哎呀。学吧。如果说黄色，你会想起什么？温暖。啊，喜欢自己吗？还好。觉得自己是那种运气型的人吗？啊，不是，不是呢。化妆吗？不化。目前为止买的最贵的东西是？书。希望妈妈怎么来评价你？希望妈妈觉得我是一个还算合格的女儿了，还算合格的女儿。想和什么样的男孩结婚呢？暂时没有。我就只觉得还没有到想这个问题的年纪，我自己还有好多事情想做，这不属于我列表里的一项。城市和农村喜欢哪？城市，因为农村它如果那个厕所就环境太差的话，我会受不了。将来如果自己也和这样外国人结婚的话，会怎么样啊？能过得像老姨和青木这样就好啊，就很好呀。啊，这是模范夫妻，model couple。100个问题回答完了，自己的感想。我觉得就是始终如一的一个人吧，在镜头前面我也是这样，在镜头后面我也会这么说。大概我希望把自己真诚的那一面展示给身边大部分的人。对，但是我也有不真诚的时候，偶尔也会有那种需要有一点小小的隐瞒的事情，但是无伤大雅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谢谢。对于我们现在视频，一万多一点哈，10000多人这个登录，者呀，你说一句感谢的话。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姨父，我一直叫他青木，谢谢你们对这个频道的喜欢。当然了，我姨父为了这个频道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在你们看不见的背后，他24小时只要有时间都在做这个剪辑啊、配音的工作，我很佩服他的坚持。希望大家多多鼓励他，谢谢。谢谢。お疲れ様でした。この際にちょっと聞いておきたいんだけど、
まあ俺はこの姪っ子、まあ、2歳ぐらいの時から見てたんだけど、うん、で途中からあなたと付き合うようになって、うん、ね、あなたが姪っ子が5歳とか、ねうん、ぐらいの時に、うん、私がちょこちょこ来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うんうん、なんかお姉ちゃんを取られちゃったみたいな感覚って当時あったのかな。なんかいろいろ邪魔をされたんだけど邪魔をされたって言い方もあるんですけど记不住嘞，记不住、嗯。但是我很谢谢青木，因为我觉得老一跟青木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嗯，我觉得哈，嗯，我了解比较了解他，因为小时候更多的是、嗯，我觉得那时候他是单纯喜欢跟你玩，因为这跟你玩，他爸爸没时间嘛，嗯、一直也没在家。嗯，完了之后家里。我和他妈，他妈也上班，嗯、我呢也是、嗯，就唯有你来的时候，我们俩在家呀，他就很开心，你就俩人在一起，这些人在一起玩，他喜欢热闹啊。まあ正直俺も助かってたのよ。助かった。はっきり言ってさ、中国人の中にいて、うん、居心地悪い部分もあって、うんうん、でもね、めいっ子とさ、うん、遊んでれば時間が過ごせたから。嗯，しかも言葉できなくて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取れるんで。而且和你俩也不用多难的语言就能沟通，可好玩了，在一起玩。ということで、本日は姪っ子に100の質問ということで取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はい、またちょこちょこあのめいっ子が出演すること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んで、あの引き続き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はい。はい、ではできますかこれ。再び見るで。再见。ちょっとこれ。